压了非常好的偏花的，完美。你喝不喝猪肉汤？没有没有，先煮个面吃。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今天是8月21号，周一，现在已经是早上的11:30了。这是昨天晚上我录音的位置，在这儿来。昨天晚上这下雨下的特别特别大，早上起来我已经把这给收拾了。这儿还是特别好的，有水有电，这是个公共卫生间。充电的话，在人家这个管理间里，这个大叔在这儿来，这个大哥吧，在这儿，在人家这儿充来电。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在拉萨市区，拉萨市区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叫一个叫冰河公园里录了音。昨天在这一块录音，还有一个广西的骑友，还有小辉。小辉去晒他的帐篷跟这个雨布了。因为人家在这两人在这录音了几天了，我今天来了。现在的话都收拾起来，收拾起来吃完饭了，准备去换一个露营地上来。这是小千寻，小辉养了小千金。这是我们刚刚做了饭，之后我刚煮了个方便面，打了个荷包蛋。看看小辉吃了什么，来辉哥，看人家小辉吃了。我吃的大餐，大家没见过来都是，我靠，水煮土豆还有鸡蛋。这儿的环境其实还是特别特别棒的，下边就是拉萨河。下边就是拉萨河，上面是个立交桥。咱们昨天去布达拉宫看夜景是在那边的。今天的话，收拾收拾，吃吃饭了，又准备换地方。这儿好像就是318国道。吃饭。咱们来方便面。哎，你吃完了？我蛋炒饭了，我找我就干了。三星的土豆，你就都收拾完弄完了呗，意思。我的现在就收拾完了。我感觉我这快，你我更快。超级面好吃，啊，要不要来一点？这是买老干妈，还吃的。朋友们，现在已经1点多了，咱们把我的所有的装备都给收拾起来了，劈了这么多柴火，这个柴火我问人家都不要，都不带了，我把它劈锯了锯，把它带上这么多柴火够咱，如果我一个人用的话，够我用个3-4天，最少3-4天了。这是广西骑友的装备，他这个装备也还行，不算多。给大家看看一个更神奇的大神小辉，看人家的装备啊。现在来看的话也不算的，一个后头炮，两个这个，还有一个小潜艇。但是看看这儿，我靠，两个大编织袋，这还有一个，地上还有，全是小他自己的。他的装备，哇塞，就是自行车，我靠，那个摩托车都够那什么了，人家弄这么多东西。你装完可以给我呀，我不用。你这个车，你这样你能抬动吗？能，真的。对，一会儿你蹲那儿给我再放一下。咱们现在去换一个新的露营地。这是拉萨的万达广场，碰到个贵州的朋友特别特别好，人家给了300块钱水，又给了一瓶这个氧气氧瓶，我还去露营地吗？对，去找个露营地。哦，我来这边好久了。现在的话，咱们去重新寻找个露营地。咱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我昨天来时候的方向，也就是说是往那个往回走的方向。
现在去的这个露营地也是一个路上认识的骑摩托车的朋友给我发的位置，那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是个房子，大空房子。现在的话，我带他们俩过去看看去。那边就是布达拉宫。我刚刚走到这儿，看到下边这儿的房子都是空的。我现在让他俩调头回去下去看一下，下去可以露营的话我们就在下边这儿露营。那我们从这个桥上下来了，看看这儿，这房子都是空的，应该哇塞都是空房子，看看都是空房子，都是空房子。这是个路，这边这是一个公园，叫南山公园。这个也是空的哦，这也是空的。哎，还有地，哇塞！上来了，上来了。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决定把这个屋子给打扫打扫，就在这儿住啊。这一共是六间房，人家都写着号嘞，一二三四五六。但是六间房，其中是已经有两间住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住人了。这里边人家是住人了。但是这一间没有住人，这一间没有住人，这一间是空着了，这一间空着了。这个里边就是垃圾，但还行，能接受。这一间也住人了。我们三个决定住这一间，因为下午的时候到晚上还有五个骑友，也是看我视频的吧，朋友们，他们要来。这还有一间空着了，这一间也还行。然后的话就是这边这还有一间，但是这一间的话说实话没法住了。这一间看看满地的这一间没法住。我们现在收拾收拾这一间，打算在这儿住啊。朋友们，现在咱们我已经把剩余的两间屋子给打扫干净了，因为下午的话有个朋友要来。看看这是我给打扫的干干净净，老娘来了可以直接入住。这是一间，还有一间给他们准备了两间，这间有别人住。这间是我们三个住这儿。这间我也给打扫干净了，打扫干干净净，等他们来了可以直接住。这间的话我就把垃圾都给装到这个里边，因为这里边满地的脏东西，就给装到这儿，非常非常的完美。今天我们就露营在此啊，今天我们仨露营在人妖屋这儿的话，一会儿小辉在这儿搭帐篷。小辉现在还在下面弄视频呢，从来到现在一直在弄视频，就要弄了。就我把车也推上来了。这边这个屋子是干净的，这个屋子一会儿等那个我朋友他们要还有五个人要来，这儿一个他们那还有一个两个干净的屋子，让他们五个人住，我们三个在这儿住，特别特别帅。而且人家这个屋子有电，特别特别方便，比较舒服嘞。这个凳子的话，声音很多，所以不用指他，
这个高压锅是蒸个米饭，现在用小灰这个高压锅一会儿煮面条，一会儿的话做一个尖椒炒腊肉，用白菜这个包菜炒面。看看现在外边天又阴天了，西藏这边到雨季了，每天到晚上这个地儿哦就开始了。昨天天特别好，今天的话开始刮风。我们露营的地方这边这儿是这个叫南山公园，对吧？好，姐，这是我刚收拾这个空子，现在我们把车都先放这个里边，等下午或者那个骑友等他们来了再说。我们打水是跑到这个景区那儿，那个公园那儿打的水。现在已经下大了啊！现在已经开始下开雨下大了。看看我灰锅炒面，面汤喝鸡蛋好了，朋友们，咱们现在开始开饭了。哎，这是我炒了这个尖椒炒腊肉，这是灰大厨做的炒面，现在开始准备吃饭，收拾收拾。
了，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的9点钟了。今天的话，咱们就这样了。今天主要一天就换一下露营地，挪一个露营地，因为在人家那个公园那嘛，毕竟不太方便，所以的话就今天换了个露营地。今天正好上面这就318国道，本来从这往回走了，去别来一个露营地，结果走到这儿之后，走到桥上，我看到下边这一排房子开着窗户开着门，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了，这正好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这个简易房里边还有电，简单打扫打扫，我们就在这儿露营了。今天我们三个特别特别好，本来还有2个屋子，那边那个屋子打扫干净了，这个屋子也打扫干净了，这儿有人在那儿住，这是我们来的时候人家这里边就有人，有一个帐篷，没看到人，反正是有人在里边住，就不去人家这儿。今天也没有出去玩，现在外边是阴天下雨，这个地方特别好，唯一的不好就是打水不方便，打水的话是跑到这边这儿。咱们现在所在位置这是这个拉萨市的南山公园，就是这儿，前面这就是南山公园，打水就跑到公园里边这个过2个门岗去那边打了水，特别不方便。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晚上的话就这样了啊，咱们明天见。好了朋友们，拜拜，晚安了。